日前有网友偶遇郑晓龙导演与赵丽颖一起现身聚餐，又有媒体人爆料二人将合作新剧。有媒体向双方求证此事，郑晓龙方回复的确有一个项目要跟丽颖合作，随后赵丽颖方也回复确实将和郑晓龙导演合作。据悉二人将要合作一部现代励志女性题材电视剧，这是两人继金婚之后再次合作。2007年赵丽颖曾出演郑晓龙导演金婚，在其中饰演同志和文丽的三女儿，排行老三的佟多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